在认识你之前，我一度认为这世界上大概没有适合我的对象。记得妈妈那当时跟我说，跟上帝诚心祷告，他会为你预备。 We make sense, darling, we just make sense. Ever since the day we met, we've been a perfect fit.We're a perfect fit. Your lips on my lips. You belong with me, and I belong with you. Like a fire.Like Sinatra on a long drive, be long with me, and I be long with you. I be long with you. 亲爱的怡君，2016年九月，我们在台湾大学集思堂相遇。很幸运的分到同一组报告，放学时我们又是同一条红线捷运回家，我想这是上天的缘分。鼓起勇气邀约你看林志炫的台北演唱会，你说拒绝，要看财务管理的期中考，无法参加。刚好财务管理是我的专长，嘿嘿。又是上天的缘分。经过不懈的努力和约会，特别是 Coldplay 在台湾唯一的演唱会，下着滂沱大雨，抱着你站足四个小时。打动仙女的芳心，亲爱而且尊敬的老公，恭喜你通过了强迫症和完美主义的仙女认证，获得这个最高荣誉称谓。谢谢你总是把我的一切放在心上，耐着性子陪我去听演奏会跟音乐剧。我明白这是你务实的浪漫风格，一切我都看在眼里，放在心底。我是优秀的驾驶兼导游，你是仙气十足的副驾驶兼摄影师。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会去更多的地方，一起经历更多的旅程，拍漂亮的照片，留美好的回忆。耶，在银座。我们之间虽然少了浪漫的粉红泡泡跟甜言蜜语，不过我们拥有的是更踏实的陪伴跟支持。对我而言，每天互相分享生活跟心情，携手走过每个春夏秋冬。我们要一起去看遍世界上的美景，吃遍世上的美食，路长情更长。如今我们走向结婚的旅程，人生拼图又凑齐一块，
一起分担快乐与悲伤。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记得世界上只有四种东西会越来越多的。第一个，人会越来越老；第二，贷款的利息会越来越多；第三个，保单价值准备金也会越来越多；还有最后一种，就是我对你的爱。我爱你。